台版浩克28岁的朱姓健美教练袭警暴打，远警也狂殴，遭到记过，长官也遭到连坐。桃园市长张善政呢，今天说了，远警呢因为心急想要制服，再加上呢受到言语的刺激而行为过当，但是呢中立警方已经对远警做出了惩处，他认为到此为止就好，尊重警方的处理。好，国际消息来看，远警啊，他当时心急，一方面想要赶快制服这位。当时失控的这位民众，二则是因为受到言语的刺激，所以有些过当的行为。那么，我们中立警方、我们桃园警方已经对这个当事人做出惩处啊，我想大概就到此为止了。那市长，您觉得这个惩处是会不会太严重？我们就尊重警方的处理。我想警方对于当时的状况最了解，当然也事后必须要做一些弥补。对于年轻远警的情绪控制，我们要再来加强。日本广岛。